圣光暗淡，我等依然奋战。恶巫，打倒！这是血虚怪的矿坑，滚开！恶巫，打倒！真的，其实没那么重。月景会指引我，海底就是最大的宝藏。神铁矿坑是我的，神铁矿坑是我的。像地毯一样坚定，这就叫废物利用。这就叫废物利用。清晰的预兆，这是一个奇怪的矿坑，滚开！恶巫，这是一个奇怪的矿坑，滚开！真的，其实没那么重。全都不好了，全都不好了！这是血虚怪的矿坑，滚开！打倒！观察，分析，交战，伪当主，伪三主。恶巫，打倒！全都不好。你赢得胜利。
这就叫废物利用。这是血鱼怪的矿坑，滚开！火焰的鲜血，海底就是最棒的宝藏。火焰与鲜血，火焰与鲜血。萨拉在哪里吗？还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死亡。有酒无归日。最美最下都得噶啦，强胜落败是自然的道理。语言，嘿，中了酒店。
死者都抵了。我的就是浪潮。打打。最尾整下就得噶啦，嘿嘿。打打，死者都抵啦，越来越长。月锦会指引我重回禁制中，生灭会重家，重回禁制中，生灭重回禁制中。在哪里吗？神火，神火。